首歌的评语还是一样，控制器啊，你的血容量不好。如果我给你一个意见，你不要生气。我要看见你爸爸妈妈在录影啦。我觉得它是一块料，什么块什么料？它可以 take over 新加坡的一位相当有名的艺人。我觉得它可以 take over 莫小玲。休息，你可以说，你可以做搞笑艺人，真的真的真的要做搞笑艺人吗？好，那搞笑艺人要作践自己，人家国赛来我们还是要骂掉，还要笑笑，听到没有？我觉得你是有一个搞笑的料，因为刚才你跳舞是的西北好笑，你好像很忙这样，不懂地下室在找什么鬼一样，还是在找大蚂蚁？你家里蚂蚁很多大大，不相信我们打一段叉叉，我们再看来叉叉，跳过一次，跳，哇，搞我真的蚂蚁很多啊。死很多次，好，开开玩笑啊，不要认真啊，哦，等一下录影回家听一下，哦，我再跟你解释一下，好不好？但是要跟你爸爸妈妈妈妈讲，我跟你解释真的是一个小时300块，好不好？来来，妹妹，谢谢啊，加油，谢谢，谢谢。哇，跪跪三呢，今天跪三呢，结果三。